大家好，我是大庆，欢迎收看 Max On Air 大学记。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废水利用，无论是洗碗、浇花还是冲马桶，反正都是作为非食用用途。要是将这些废水过滤成饮用水，你敢喝吗？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师 Gorsh 设计出一款特别的滤水系统 Drop by Drop，废水脏水都给你过滤成能够干净饮用的纯净水。 Drop by Drop 可以说是一个迷你版的亚马逊生态系统，外观精致的有点像是一个艺术品。他们在玻璃器皿内种植了草药等适合室内生长的植物，这些植物在光合以及蒸散作用下，利用植物根部就可以对家庭废水进行吸收和净化，最终就能将纯蒸馏水通过水蒸气的方式呼出来，就这样将脏水过滤成了饮用水。而在整个净化过程中，该装置还会不停地释放出氧气去净化周围的空气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只需要打开塞子将水倒入内部，之后就要静静地等上一段时间，看会儿书或者是打个小盹都可以。要是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玻璃罩上慢慢出现越来越多的水蒸气，这些水蒸气凝聚成水滴就会落入左下角的容器内，干净的可以即刻饮用。经实验证明， Drop by Drop 可以将硝酸盐、重金属、氯以及细菌等有害物质从水中过滤掉，因此作为饮用水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不过它一天只能过滤出一杯水的四分之三，想要为整个家庭供水，恐怕要种下一个花园。视频元素来自 Design， 由 Max Only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Only 创意公园。